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一个多边形啊，它的周长是1440，也就每一边把它加起来的话是1440。那边长形成的公差是4，公差是4，它是从最小边哈，一直到呢最大边，公差是4。那他现在说已知哦最长边了哈，最长边的话是162。那现在这样好了，我就把最长边哦当成第一项。最长边当成第一项的话哈，那就越来越小，那公差就变成什么？变成负4。公差的话呢，就变成负4。哦，就是说最长边再来次长边，就，就是最长边跟次长边就是相差4嘛，那相差4就减少4。这第一项是162，然后公差是负4。好，那么他问说，折尺多边形的边数多少？那这个多边形的总边长是1440嘛？啊，等于多少呢？这是 SN 啊，代公式等于二分之 n。假设有 n 边嘛，二乘以 a 1就162，加上 n 减一 d， 哦 ，n 减一，啊 d 的话就乘以负4。好，那这个可以约分，二约掉，这个就是2。那也就是说1440然后等于多少呢？然后还可以再约掉，约2，2×7=14，2×4，约2，2×8=16，2×1=2，约2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变成720，720哈，等于多少 n？那这里有一个负乌德证嘛，加一就是82，那这是负 n 呢，减 n， 那就等于多少呢？负 n 平方加82 n 呢哈。好，那我移过去，就等于多少呢 ？n 平方加上8 n， 哎，减8 n 呢，减82 n。减82 n， 再加720，等于0。所以看的话是72跟10，好，再一减减，所以的话哈，这个 n 的话哈，可能是等于10或者72。不过72的话哈，边数太多了，这个应该不是答案，这不合。那为什么不合哈？我们现在哈来讲一下理由。首先的话它每一边的边长都必须大于零嘛。那现在的话这个 dn 边 ，dn 边的话是 a 162加上 n 减一 d 嘛，啊 d 的话是负4，那每一边都要大于零的。那我们看看呢，最多是几边？好，那我就把它移过来4移过去，就162除以4哈。大于 n 减一啊，也就 n 哈，它要小于多少呢？小于1/4162加一，416又二分之一了啊。416又二分之一加一，所以41又二分之一啊，也就 n 哈，它要小于等于多少呢？41啊。你 n 的话超过41边的话，那个边长度就是负的，所以它顶多41边了。那你72边的话呢，就超过了，哦，所以的话有一些边是负的，但是那个你这个边长不会是负的，所以72不合，所以这里答案的话是10。